我又不想下水啊，我觉得好麻烦啊。哦，那可是因为我好像还好，你看我被咬只有这样而已。可是你真的会被咬龟鸡耶哦！龟鸡耶健康。因为我都是这样陪我儿子的，可是他们就是在我没有遮到的，就都咬。一定咬爆。对，而且我才真的就他也是在这里，我才从。这边的土都被你吹光了，灰就没那么大了。那理想怎么样？很好啊，你已经吹完了啊，而且没有小黑耶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不喜欢你。